看看那情歌啊一首。射击训练，我们连队的传家宝一样，涌现出了很多的神枪手、射击能手。那么到我们新时期，我们更是要适应新时期新要求，把我们的射击科目练得更好。除了传统的射击科目，队员们还要训练拳术、体能、枪操、擒拿格斗、海上救护等。像现在这样不少于3个月的集中强化训练，连队每年都要不定期开展。后期的话，他们的行动让我呢陡然对他们有新的认识，就是所有的姑娘们，她们身上即使磕青了、污肿了、出血了、乃至中暑了或者晕倒了，她们休息啊，没有你来教她，自发的又加入这个训练中。和信武惠民的担当从来没有变过，我相信在她们身上，除了海上救护牌、特战牌、心理防护牌和电力牌，也是连队着眼新时期使命任务调整增设的专业力量。Get it!